我想大家对少峰跟雪莉的祝福，今日的 party 无对我公开，也毋过大家拢知影，这是因两个婚礼，咱即马就欢迎男女主角入场。 本来房间的营业呀，你搁怎啊介绍？阿妈，你等唔当先激动啊？我已经吃苦的阿皮油啊，等下我安怎敢驾驶？你拢莫甲我动。大家拢知影，我等即工等足久啊，过去受的委屈，还佫有流过目屎，今仔日总算有回报。未来少峰嘛袂互我艰苦，伊会用百分之一百的心。 听小娃，还够囡仔。雪莉讲了无唔对，所以伫今日这个这么重要的日子，阮特别邀请到我一个相亲的长辈来见证我跟雪莉的婚礼。安好，麻烦你。 小峰，叶家华，你化解出处啊！你到这阿玲哪还袂离婚呢？干阿办什么婚呢？我想要知影，是谁请阿妈来？是我。 啊！既然你拢敢甲雪莉甲party办伫咧饭店，那呢我当然爱请大家来共享盛举啊！若无安尼冷冷清清，那对得起无认命的大嫂。你是文静正面，敢有威胁人的名？无。那呢？你哪要赢这个？做出这种见笑台？ 因为我这个想要满足雪莉伊的愿望，所以来甲办这个婚礼。阿妈，雪莉对我遮久啊，伊即马阁有心啊，伊想要穿新娘衫，我无这个理由，袂答应。所以你是凊彩应付伊，毋是真是要甲伊结婚呢？对无？对。 少峰，办婚礼的时阵，你唔是安尼讲的呢？你讲你要顺我意，什么代志我好就好，即款话你想要无要甲阿妈讲？你敢对得起阮某阿囝？少峰讲了无唔对啦，我本来就无支持伊安尼做，是伊一直如一直如讲，什么伊巴肚若大起来，穿新娘衫都无好看，我唔则顺伊的意，即层代志根本就是你唔对。你今仔是主持人，你讲即款话。 未靠有面子，我想要让少峰为难，搁不利将，唔再个代志接落来，无想要待在这个时阵惹这种麻烦。妈，你假使人的时阵，拢特别有道理，安尼就无你的代志哦。今仔日你若无点头，这婚礼敢办会成？你若早早给少峰甲雪莉等候你。 今仔日雪莉，讲安怎麻烦，嘛袂捌着你的手。这拢是哦，你亲亲少峰才造成的啦，唔是你骂雪莉，互阮看都无你的代志啊。老夫人，你千万想起来，啊，夫人安尼做，迄拢是因为哦、喔、
即摆想你巴肚内底有少妇囡仔，我再讲啦，少妇甲家人因阿妈某的情分嘛已经尽啦，硬要将因哦继续咧牵做伙，嘛毋是办法啦。不如着少妇去对付伊家己的感情，我想少妇也会感谢你。我唔要伊感谢我，我会知影伊家己唔对咧倒。李小木林，你为什么立场跟我讲这话？老夫人，我之前伫恁家服务完一段无算短的时间啦，我看恁都参像是家己的亲人同款，所以我无希望哦，恁因为这件代志造成困扰啊。我知影你看小峰大汉，你疼小峰，啊，不过咱来就事论事，小峰今日安尼做，已经无做人的道理，嘛甲业界名声等咧涂骹打，我无甲加袂用的。我无同意你的讲法。少峰和我委屈这么久啊，伊即马要为我还有囡仔负责，有啥物唔对？你讲伊破坏业界名声，敢讲我要倒来派一个囡仔无名无分，你业界名声会搁较好吗？这怪你家己讲。当初少峰为了带家人委屈你，你家己心内都爱有拍算，你偏偏对伊还有期待，浪费家己青春，搁甲伊偷来暗去，这要怪谁？你趁人的翁，破坏人的家庭，这敢是应该的？是啊，小芳会讲好听话安大你，分手嘛假装无看到衰在你，这是因的唔对。啊，不过囡仔，唔是阮硬家塞伫咧你腹肚内呢。你今仔日过这种无名无份的日子，你嘛爱为家己决定负责。我即马就负责给你看。雪莉，你要创啥？开直播，我要把我拄到的代志一件一件全部拢讲出来。我要让大家知影，我是业界的罪人。恁大家安尼对待我，有恁的道理。安尼敢会用得？你就要把代志补到未收煞是无？老夫人骂我骂到嘴甲全破，道理拢互伊讲了了啊！啊，代志闹大，对恁嘛较有利啊，有啥物好惊的？弄这个地步啊，你就免顾卢少峰接班的代志。少峰若是想要接班，除非这个乌巴桑倒落去，那无，谁拢卖孝顺我。点评，别不讲啊，何伊讲？要开直播做你开。你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搁未介绍，搁要要求婚礼。我才看社会大众有谁会支持你安尼做？小芳，雪莉讲什么大逆不道的话，你嘛拢听到啊？我是无可能让伊入业界门，我让你家己选，要娶雪莉会用的，啊，不过你都要保护我管管的，离开业界，集团的总经理你嘛莫做，那无，你就当阮的面，甲雪莉撮合你。等你好好忏悔，好好反省，安尼，我阁会当予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算个啥？你家决定。阿妈，进。能。你认真啦，妈，这件代志。恁敢明仔等下再讨论，敢条不我再歹看。代志是非对错，拢已经遐尼明显啦。少芳若是毋知安怎做决定，安尼伊嘛无资格做业界子孙。都要行，用你的能力要重新开始，凊彩找拢是机会。咱两个人好好啊生活。麦老董家跟叶志成斗来斗去，小芳，要娶雪莉，你除了业界的事，什么拢炸袂走？你敢想清楚？是阿成，你怎么变化？你拢嘛变煞疯啊！你个气笑，对。
刘天师啊，我等少峰这么多年，张嘉玲离开，我还得要跟少峰做伙。你现在用叶家的身份为难少峰，叫我两个分开，张干妹，你话讲了足好听的，其实你嘛无话明理，你嘛是别人照你的意思去做，你把高云秋有啥物无共款？你卖不干，我少峰连回头的机会都无，代志拢是你造成的，你搁好意思讲？若不是你笑笑张嘉玲的家世，少峰今麦找的人就是我，伊嘛袂耽搁着我。少峰无得回头，拢是你害的，你嘛把这人杀给我。谁？别乱来，搞到更乱。我袂乌白来，我要好好啊完成这条婚礼。我袂让你有机会，搁再放手啊！啊，婚礼完成了后嘞，你甲小芳都行落去，都行了几长哦？你应该想的是你家己的未来。我无法度顾虑遮济啊！我甲恁讲，我为着小芳，我会当啥物都无爱。你若是不信，我会当试予你看。去！你也唔当我个囡仔，安尼我就有价值啦。妈，雪莉今麦情绪真无稳定，咱莫第一选择白少峰啊。代志闹大了，煞煞去啊，咱业家不再条歹两条人命。雪莉，家都先扛来。不管什么代志，咱好好参详，好不好？你都无要我跟少峰做伙，我藏落来是在参详什么？无你到底是要创啥啦？我要恁大家参加我的婚礼。为今麦开始，若是有人无经过我的同意离开会场，我就用我的名，恁家家，还佮有我的名白做伙。我要恁行到倒位，拢有一份亏欠。少峰，你过来。雪莉，你来要甲做公布个安尼啊？那无，你阿妈逼你做决定吗？大家若是继续追求，你杀出面指令你的代志，你有法度解释吗？所以你是调岗的？我是学张嘉玲的，今仔日。无人会当阻止我，还佫有我心爱查甫人，今日人生后一个阶段。